生活迷失住了离家出走的老公啊，因为晚上没有信息，月亮又不明，可能会下雨哦。下雨更好，天气凉快。凉快是好啊，着凉就不好了。嗯，我的身体啊，壮得跟牛一样，怕什么？脾气小兔子。你想怎么样？买房子的事情，不用再说了。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毕竟是400万。